係 ，Hello Manfred， 係 ，Hello， 我哋又嚟呢個 MP3 Talk 咯，係啊，好似新環境喎，係咯，等等今日去呢個環境，咁你知唔知今日嚟呢個環境啊？知唔知點解啊？唔知咧，因為你咪上次問我咧，一萬蚊可唔可以執到套組合啊？係喎，係咪？你仲未有答案？我未俾個答案俾你，咁咧。我咁跟住你問我呢個問題，咁我跟住咧就梗係揾咗我老友啦，咁啊上咗嚟呢度輝煌，咁啊揾咗阿東哥。東哥。咁啊東哥咧，咁佢就建議俾咗啲tips 俾我，佢話一萬蚊咧執到一套唔錯嘅，咁好似有呢個 Vocoder 嘅喇叭，咁啊叫 Diamond 12.0。個牌子我聽過。係 Vocoder 牌子聽過。牌子聽過。咁另外咧有個 Cambridge 嘅合拼機，同埋 Cambridge 嘅 CD 機，咁啊夾埋咧都係講緊9000多蚊。咁啊，成套啦，咦，好抵喎！因為我知道咧 ，Cambridge 係有 quality 嘅，係啊，個聲係靚嘅。因為嗰時我唔玩 HiFi 啊，但係啲人我講話，咦，用咩啊？咁啊，用 Cambridge 係咩啊？好靚聲㗎，咁啊，我聽，尤其是聽，譬如聽古典又得，聽 pop 都可以啊，咁樣。所以我就根據阿東哥咁樣介紹咧，我就話俾你聽。咁同埋我今日咧，好知你帶啲好特別嘅俾我睇下喎。因為上次同你講過啦，咁我喜歡收藏啦。其實我收藏，我要譬如將啲文字寫出嚟咧，我係唔想就咁喺網上面攞一啲現成嘅資料，係咁咧就抄完之後咧就 copy 嚟張相 ，cap 嚟張相去做嘅。我係真係買咗先去做，雖然可能。試出嚟的效果，有些根本買回來沒得試的，沒得試，因為那些已經超過100年的東西了，根本沒得試，但我都要擁有著那件事才去寫這件事，因為我覺得擁有是我自己因為寫稿以來最想有的一件事，所以呢今次我想帶了 兩款唱片，不是兩樣唱片，第一款這隻就是雷射唱片 CD， 通常 CD 你會知道多少分鐘的，我想最多通常都是我諗60多分鐘咯，咁有啲長嘅可能70分鐘、80分鐘。Maximum 咧就係74分鐘。係嚇，咁但係依一張咧，應該你可以我哋試一試聽一下，係一張古典唱片嚟嘅。嚇，咁咧佢嘅長度係2小時24分鐘24秒。一張 CD 係啊，可以有2小時。係啊，可以攞俾大家睇下。係嚇，依一個叫做。Rudolph 的唱片公司就是一間是歐洲的公司的我想是 不出名的但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呢我就上網去抄了很多資料研究過原來其實出了一些術的、就是整隻碟就是普通 CD 一張是但是它是用 Mono 的、Mono 就變自然它就個 data 就放多很多歌唱多了但它呢就利用你的 Amplify 領左邊和右邊聲左邊就播呢一橛嘅歌，右邊就播呢橛歌。OK， 咁前後加埋再加埋 mono 嗰個容量大咗，個結果就最大就去到2小時24分24秒。哦，係啊，就點解會可以唱到咁樣？原來就咁意思。係啊，咁但係其實唔差嘅，我自己即係以我自己嘅公司嘅 HiFi 嚟聽咧，其實可以接受嘅。係，即係唔係好清楚，同埋層次唔係好多，始終係 mono 啦。mono 啦，係咯。係啊，係啊，但係都可以聽嘅，聆聽效果好嘅。如果真係可以話，擠只碟喺度一路做嘢，聽足2個幾鐘頭，咁咪好好咯，唔使換碟咯。係啊，咁佢裏邊都收咗幾多歌㗎，有 Beethoven 啊，有好多古典嘅嘢啊。咁其實如果嗰時賣好平嘅啫，精英價嚟嘅啫，係啊，但係我諗出咗好少好少。咁我想問咧，係咪話譬如你播第一次就可能就開左邊聲道，係啦，再聽嗰時候就開右邊聲道。唔係播第一次你咪播，淨係聽左邊聲道，左邊喇叭聽咯。係，跟住你聽完曬啦，咁啊第二個鐘頭你咪擰一擰去右邊嘅 mono 去聽右邊嘅喇叭咯。哦、即其實永遠都聽唔到兩個喇叭，除非係咪可以將一個 mono 變咗兩條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技巧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是其實都是兩個喇叭出咯、哦、但就是好像聽即50年代的 mono 的錄音、哦、明白那我陣間我都錄一點點播給大家聽一下我想效果不差的、okay. 啊、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其實如果可以自己錄到就好將自己的 CD 做個 data 在這裡收起來坐得多一點是啊坐多一點Getting to switch on the right channel again and push the CD back into the player The mono switch remains pressed down. You can then listen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D. If your amplifier has no mono switch, neither the right nor the 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兩張啦。嗯，其實呢兩張咧我自己咧喺個網上邊抄得好辛苦。係啊，嚇咁其實揾到呢張先嘅。
竟然是 Elvis 的，係咯，貓王喎、啊。係啊，咁依歌就係2007年左右啦，叫 Baby Let's Play House 嘅歌，係一個比較跳舞式的歌嘅。咁其實就算是 hit 嗰排咯，但唔係話好有代表性嘅。咁但係咧，佢特別啫，就係依間公司做咗呢只嘅黑膠出嚟。不算黑膠喎、哦，即係好似 CD 咁大黑膠嚟喎。係啊，咦，真係有紋嘅喎。係都有紋嘅，但係反轉 CD 嚟喎。呢邊係 CD。係啊，咁係咪真係可以播到 CD？ 係啊，你譬如黑膠㗎，黑膠盤咪擺個落去播。OK， 嚇、啊，咁咧但係有啲巧妙嘅。係。咁另外 CD 梗係擺個 CD 啦，係啦。咁但黑膠盤播嗰陣時咧，嗱，因為你會見到咧，如果 CD 嗰個窿咧係要咁大個窿㗎嘛。大啲係咯。係啊。咁就照播啦，咁好簡單啦。但如果播黑膠嗰時個窿係細好多噶嘛，所以咧就將呢個嘅海綿質，哦，中間個海綿質掹翻出嚟，就邊啱啱啱咧有個咁嘅細嘅窿，就可以就塞翻去呢度。咁呢個就啱啱同黑膠唱片個軸一齊啦。哦，係喎、哦。咁咧，但係咧就記住係33/1/3。嗯。啊，咁就可以裝到三分幾嘅歌。係。啊，個聲係好好噶。OK， 係啊，我用公司機聽咧，亦都係即係好滿意嘅。好，陣間又試下先。依、這個即係我覺得要逐步解釋點樣去播，同埋用個效果聽，我諗大家都會哇，好好喎、啊。咁其實你覺得呢一樣嘢可唔可以到而家可以復古翻、復刻翻？我覺得依樣起碼我都未聽過咧，起碼好新奇咯。係咯。如果真係有嘅，我諗我都會儲翻張起碼。嗱 ，CD 佢可以擺足曬成隻歌，成隻碟喺度㗎，74分鐘滿曬㗎。咁呢度就。promo 嘅 single 或者係 pop 嘅 single 擺依邊，咁兩個加埋一隻 single 加一隻黑膠 single 加一個 CD 咪可以去到200幾蚊咯。哇，係喎，都 OK 喎。同埋依個我覺得咧，而家啲人興啊玩翻黑膠咧，係咯，都幾有依個有趣真係。係咯，一石二鳥啫。係咯，幾好喎。OK 喎，係啊，咁陣間大家一齊聽一聽個感覺係點啦。我覺得好有趣味，其實音樂嘅趣味就係呢樣嘢咯。同埋以前好多嘢你唔會知嘅，一路上網抄完之後咧，但我一定要買，買咗我先去寫，係嚇，即係證實咗先啊嘛。係啊，即係寫任佢寫，我自己都感覺唔到嗰件事，所以而家公司好多呢啲，即係好多人，我太太話啲垃圾唔多咁啊，絕對唔係垃圾啊！我聽到我都覺得哇，好神奇啊，真係。但咁依一隻咧，就其實就唔係第一隻嘅，哦，全球第一張咧。就係、是、一隊完全不出名的樂隊。哦，咁依一隊樂隊，我名字我都不識嘅，真係係個叫做 Death Car， 應該叫 Death Car。咁咧，佢出嘅第一隻就咁樣啦，一樣嘅啫、哦。但係依個買翻嚟個圈都冇咗嘅啦。咁、okay、我將 Elvis 同佢夾埋，即係翻落去咯。咁就係 Elvis 同佢、哦、Heavy Metal 同 Elvis 嘅歌可以黐埋一齊做。哦，明白。係啊，幾得意㗎依個。咁依個佢仲係第一次出嗰陣時咧。就自己親筆簽名喺街賣嘅，嚇、咁賣咗之後，其實上網抄唔係好貴嘅，我買嗰時候都係要摸100港元到。不過諗好難揾咯，而家冇曬啦。尤其 Elvis 一隻嗰時候，佢網應該有成10隻嘅， okay， 買埋係一隻都冇咯。哦，如果有幸大家見到，我覺得真係要，我錢唔係好多嘅啫，300蚊左右嘅港幣一定買到一隻。如果放出嚟嘅話、一定要買，因為冇嘅啦，真係。啱，係啦 ，OK， 一間大家試試。OK， 好。係啦。